龙腾新北准备迎接新年，2024新北灯会准备好了，七号开始陆续试灯，点亮新北大都会公园，16号正式点灯。今年九大主题灯区、五大特色活动，还特别打造12米的龙宫主灯。主灯创作灵感其实是利用了新北的山海的特色，所以我们打造一个所谓的山海传奇。对，那今年的可以看到我们主灯的龙呢，是飞翔在空中的，它其实是代表飞龙在天。这次还邀请到西班牙艺术家参展，太阳能再生能源灯艺装置，还首度联名 IP 角色融入 AR 科技，甚至找来重磅卡司、韩流天王毕书尽、美食市集、马戏彩街游行、亲子剧团等活动，周周都有不同惊喜。我们结合了传统跟艺术，第二个我们结合了科技，我们也结合了包括了现在最夯的绿能的部分。那我们这一次的主题主要是龙腾新北，福耀云霄。为期17天的新北灯会即将揭开序幕，光是部分灯区完成试灯，就能看到满满的灯海蔓延灯区周围，美不胜收。TVBS 新闻何家阳、林立新北市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